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当地时间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了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方将在上海政法学院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愿意利用这一平台为其他成员国培养司法人才。